嘅轉職咧，係價值超過300萬啊！哇！淨係你而家手上面戴，俾大家卡戒，係啊，實卡戒指俾大家睇下先，擺多啲靚 pose 俾大家睇下嚇。哇！好閃好閃好靚，雍容華貴啊！你自己咧就多才多藝啦，唱歌啦、拍戲啦、跳舞啦，樣樣你都得嘅嚇。咁我知道咧，最近你一個新嘅興趣喎，就係、是、設計轉職喎。係啊，因為上咗人啦已經。上咗人點樣上咗法啊？講嚟聽。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鑽石就係女仔嘅即係最好朋友啦。咁所以由開始拍呢個廣告之後，咁日日夜夜對住啲鑽石啦，就發覺真係太迷人了。好靚啊，十塔嚇。咁咁迷人，令到自己都開始即係對於。首飾啊，都有一啲諗法，即係覺得啊，其實如果藉著設計一啲首飾嘅款式嚟到可以宣揚一啲意識咧，亦都係好值得我去做咯，去嘗試咯。咁啊 ，Karen 咧，你第一次咧設計呢一幅鑽飾啊，我又想問下 Karen 啦，平時咧你咁忙啦，喺設計上咧真係啊，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或者你咩感覺咧，真係？其實今次係真係靈機一觸諗到可以用一個咁嘅可以嚟即係一舉幾得啦，我覺得又可以做一啲好靚嘅珠寶出嚟啦，咁又可以提醒大家，即係又做到善事啦，又要愛自己啦嚇，咁樣咯。咁呢個時間不如咁啦，我知道草圖咧其實都差唔多完成，不如你就即席揮毫啦，為你自己咧親自設計嘅第一個鑽飾咧係。加翻幾份好唔好啊？嗱，睇住啦嚇，正先，係啦，冇錯。俾大家睇下你咧呢幅 sketching 啊。呢個時間不如請阿 Karen 咧幫我哋簽個名喺個草圖嗰度，好唔好啊？我幫你揸住咧，嚟啦。係啦，俾記者朋友影低你先啊見證住你嘅哇，成為珠寶設計師啊，犀利啊！嗱，呢張咧金鑽嘅委任證書咧，要介紹俾大家一齊睇下。點解咧？因為個 I 字嘅個點上面咧嚇，就镶咗粒鑽石，粒鑽石係好重手嘅。再睇埋呢張證書，再睇真啲咧，我哋見到主席鄭裕彤博士佢親筆嘅簽名嘅嚇，哇，好犀利係咪咧？我介紹下先，呢個 I series 咧係兩卡嘅鑽石吊墜同埋兩卡嘅戒指嘅嚇，好靚啊！咁啊，根據咧就係 Karen 嘅 I series 咧設計草圖咧嚟設計嘅。哎呀，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我第一次成为那个珠宝的设计师，那就是我手上这一个戒指的这个款式就是我设计的。那这个除了是设计一个很漂亮的款式之外，其实它的后面的那个意义很大的，因为其实是利用这个英文的那个小写的 I 的那个字母来的，就是作为那个整个设计的概念。其实就跟我以前发的那张 I 的那个专辑的概念是一样，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很强调这个尤其女性的话应该要爱自己啊，这个很重要。那我觉得钻石本身也是很能代表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整个结合起来就很有意义。开心，因为之前都只是跟周大福的，就是设计师、专职设计师他们就是研究啊，那画图啊这样子可是还没真正的看到那个做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那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那真的是这个而且是两卡拉的，而且整个做出来真的比想象中还要漂亮，所以非常非常开心。